爱卿，很久不见你哦，最近好像听到你有中 COVID 哦，然后用什么方法来疗愈啊？是的，我上两个礼拜就是中了 COVID， 确实头一天我以为感觉是头痛，就没什么去理它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我这一下是 COVID 哦，但是我有点紧张，可能有点紧张，然后呢就感觉人很喘，又咳嗽。那么感恩双双老师，他跟我讲这罐橄榄枝很好，快快拿去喝。所以呢，他就送了一罐这个橄榄枝来，我就第二天开始喝，一天只是有三分这样子，用一个杯倒三分，然后把那个水倒到半杯这样子，然后再掺了一瓢的这个芦荟粉，这两样掺在一起，我一天吃喝它四次，我一下子第二晚上睡觉就觉得人很轻松，不会喘气，不会再咳了。那么第二天我去验一下，我的 COVID 剩一条线了就好了。第二天我再喝一天，完全第三天可以跑了，到处跑了，没有什么，不像之前中 COVID 这样子很气喘，没有后遗症。所以我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，我正准备要介绍我身边的朋友。哦，这个三分是多少呢？它是大概一杯，我们没有去量，我用普通喝茶的那个杯，只是倒三分这样。哇，这么少就可以感觉到这么好了。然后才两天罢了啊。是，足足的喝了。这个是什么来的啊？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叫做橄榄枝。哦，橄榄枝。对。哦。还有掺这个芦荟粉。哦，芦荟粉，原来两个加起来只是两天就搞定这个口味。对的，对的。哇，很棒。是。哇，真的很棒。然后谢谢，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啊，大家也能够配合到这两样，更快的两天就搞定。谢谢美女。